Vernon 儿时照片公开，母胎美男引人视线。BNT 新闻讯，韩国男团 SHE 成员 Vernon 作为嘉宾出演了将于5日播出的 KBS 综艺节目《Happy Together 3》。母胎美男外貌引人视线。在当天节目中 ，Vernon 的多张儿时照片被节目组公开，与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相像的母胎美男外貌引发 MC 和嘉宾的感叹。对于自己的混血外貌 ，Vernon 表示小时候对他人的视线很有负担。还因此出现过类似社交恐惧症的症状。当谈到关于收入清算的话题 ，Vernon 说道：“清算得到的收入直接都给了父亲。”我的生活费是我的版税。MC 们听后好奇又羡慕地问道，版税当生活费够用吗？ Vernon 则表示日常生活充分够用。另外 Vernon 出演的该期 Happy Together 3将于5日晚11时10分韩国时间播出。王荣文KBS 图。